修阿弥陀佛，大家吉祥。当家师傅吉祥。在《地藏经》里面有说：“南阎浮提众生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”这都是因为众生业障重、烦恼深的缘故。唯有忏悔，才能够减轻业障，净化烦恼。 所以，觉光想借着我们佛教的经文唱典这一部《慈悲三昧水忏》，来跟诸位同修互相来研究。但愿以这部《慈悲三昧水忏》的忏文，能够启发我们善根增长、福慧增长，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，能够去面对我们的障碍。 甚至让我们有信心、有智慧，去慢慢净化我们的障碍。因为这部《慈悲三昧水忏》的唱主悟达博士，他是有所感悟，才汇集编织了这一部水忏，来弘扬流传，让后世的众生能够蒙受法益。 所以，先向诸位同修来介绍这一部《慈悲三昧水忏》的忏主悟达国师的因缘。在过去唐朝仪宗皇帝还在位的时候，有一位悟达国师，他原本的法号称作知玄和尚，在知玄和尚。 还没有被封为国师以前，也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四处去参访丛林的时候，有一天到了长安，在他挂单的寺院当中，他遇到一位正在生病的出家人。尤其这位出家人，他身上的病很严重，是一种名叫做迦摩罗的这个恶病。 患这种病的人，他的全身长了一粒一粒的恶疮，会发出非常难闻的臭味。那这样一来，自然就没有人敢跟他来往。刚好知玄和尚就住在这位生病的出家人的隔壁，他不但不会对他讨厌轻视，他反而怜悯他的病苦。 常常主动过来照顾他，帮他换药，照顾他的饮食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这位生病的出家人在知玄和尚耐心的照顾之下，慢慢身体一天一天的恢复健康，病也好了。因缘起，因缘灭。 因缘散的时候，总是要离开。这位出家人非常感激知玄和尚的慈悲。当要离别的时候，他就交代知玄和尚说：“我要离开了，但是日后你若是有什么样的困难，你可以到四川彭州的九龙山来找我，我会尽力帮助你。” 你要记得哦，山顶上有两棵大松树做标志，那里就是我住的地方。当时的知玄法师修持得很好，能够以慈悲的心来帮助身有恶疾的人，所以，我们修行并不是只有诵经礼佛而已，行住。 坐卧都要具足佛法，更要懂得照顾自己、关心别人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够为自己负责任、为众生来努力。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去关心、照顾有病苦的人，这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是一个。 增长慈悲心最好的因缘，而且在《梵网经》里面记载，佛陀启示弟子：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，常因供养如佛无异。八福田当中，看病福田呢是第一福田，因为我们人。 一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要面对老、病、死这些无常的压迫，甚至病苦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病后方知生死苦。”尤其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，他以众生身。 为生，以众生病为病，因此他有启示说：如果看到生病的人，应该要时常来关怀照顾，就像在供养佛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八种福田当中，探望病人的福田，悲心的功德是第一书上的。什么是八种的福田呢？第一。 佛，第二圣人，第三和尚，第四阿舍利，第五僧，第六父，第七母，第八病人。为什么这八种会称为福田？因为我们供养佛、圣人、和尚等等。 能够使你得到书胜的利益，这个就叫做福，并且这些的福是由你所供养的佛、圣人、和尚等等这些身上生长起来，所以就叫做田。因此，佛、圣人、僧这三种叫做敬田，我们对他们要起最虔诚的恭敬心。 来供养和尚、阿舍离、父母这四种是恩田，因为和尚是受戒的戒师，阿舍离是受戒的时候教导我们威仪规范的规范师，所以和尚、阿舍离、父母是恩田，我们应该。 以最孝顺的心来供养他们。最后，病人就是悲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病人在病苦的压迫之下，最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心。假如我们能够学习佛陀这种大慈悲为体的心，去关照他们，帮助他们身心。 恢复身心的安乐，这种悲心的功德是非常的殊胜，所以我们应该对身体有病苦的人生起广大的慈悲心，来关怀照顾他们。尤其我们的经典有记载，众生病苦多为杀业来，不过。 也有的是由别种的因缘所感召来的病苦，那就是由对师生、父母亲慢所招来的业苦。所以，我们除了不要去种这些病苦的因以外，更要去净化这些病苦的果。对身体有病苦的人，要用慈悲心来关怀他。 千万不要用嗔恨心去讨厌、轻视他们。世俗有一句话说：“久病出不孝子”，这是在是一件很忏悔的事情。像之前曾经看到有一位居士来向我们的恩师商人请法，他说呢，有一个老太太在生病，她住在医院。 他家里的女儿啦、啊、儿子啊、媳妇啊都没有什么来看他，尤其啊，连在过年的时候也都没有到医院去。所以那位老太太她一时想不开呀、啊，感叹自己不幸啊，却来上吊自杀了，死的非常的不甘愿。那那位居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就赶紧。 来请求我们的恩师上人来帮助超度这位亡者。对于这个个案，我们的恩师上人他当然非常的发心，愿意帮助超度亡者。但是，一个充满怨恨心而死的人啊，你要帮助他解脱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如果对方亡者的子女， 没有忏悔心，那这个冤结解下去啊，是生生世世的。所以作位同修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我们对师生父母要有感恩的心，以孝顺为出发点来供养他们。假如说他们已经病苦缠身了，那我们更要以忏悔心。 来忏悔我们的业障，那更要替他们忏悔，祈求共业减轻，解冤释结，千万不要埋怨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诸位同修能够把握一念忏悔心，在到业上。 祝福大家宵业障、征服会内外大吉祥！阿弥陀佛。